哇、wow, 哦 ，amazing！ 再给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团队掌声肯定一下好吗？恭喜明天正式上演的逃出立法院，完成了这项创举，拍出了台湾立法院的活尸喜剧。接下来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创团队上台分享映后交流时间，掌声欢迎亿万票房监制曾汉乾监制。史上最秋的新导演王一凡导演，我们的男主角何浩晨、林克轩、王中煌以及高慧君，欢迎六位。来，中煌哥、慧君姐加入我们。去跟大家一起看完首映的心情，我们还是先从监制开始来分享一下您现在的感触好吗？哇，这么大的厅，有请。哎，好不好看啊？好看。好不好？那个爽不爽啊？爽。对，希望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带给大家一些欢乐，这样。然后，可能以前大家对我们作品的印象都觉得我们好像在拍很严肃的题材或什么，然后这次。我们只想让大家开心，这样就是真的很简单。希望说这个电影可以带来一些有别于以往的一种力量，这样就像说电影里面要讲的，其实那个力量可能是台湾最丰富、最有包容力的一种力量。这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可是我们好像可以允许它存在，然后甚至可以创造更好的可能性。这样，那就像这个电影一样，这个电影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它非常新，这样它可能很难理解。这样的电影，甚至啊，就像说今天我们在立法院做了这个记者会，甚至有立法委员在，还特别到现场来。你说，可是这样的电影是在，可能它有一点嘲讽，它有一种用另外一种角度在表达这个。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最让人感动、最有可能性的地方。那我们希望这个电影就带给这种可能性，然后带给那样的希望跟那个努力的价值。这样，那我们会持续拍好电影。谢谢，谢谢我们亿万票房监制。好，接下来欢迎这个王一凡导演首部的剧情长片哦，这次掌声肯定一下好吗？太厉害了，很纯熟，完成度非常高，恭喜王一凡导演，请分享你怎么折磨演员的。我先讲，我刚刚那个声音好像太大声，可能是这个影厅的关系，到时候其实不会这么大声。对，刚刚耳朵有点被吓到，而且很在意技术上的东西。对不起，还要道个歉。那。还是很感谢大家来，然后大家你看，然后大家支持我拍完这部片，非常感谢，再鞠躬之后。是，来，不只要鞠躬观众，好好跟演员说一下 ，sorry， 哎，我们就 thank you，OK。不要了，太狠了，他真的是予取予求而任你。我刚看到有一些片段想，哦，这个我是这样喷得下去，是不是？你真的很敢玩呢，做一把，我每次有拿钱。所以任他蹂躏。对啊，对啊。不过导演还是要分享一下，第一次知道剧情长片，你心情有忐忑吗？什么是忐忑的？就是紧紧张张、战战兢兢，面对那么多资深的好演员的时候，有没有？还是你很从容，无所谓，根本不怕？你是导演这样？你说现在还是？哦，是说拍戏的过程。你现在整个大晚上怎样？有点，那时候其实还是会有点战战兢兢。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就是有一次要喷妥哥，因为技术上我一直调整一些技术问题，喷了他快要七次，我记得蛮清楚。所以妥哥是你心中的大魔王？我真的会比较每一个演员我都是很棒，可是妥哥能喷他七次，我那时候一跟他说，不好意思，最后一次第六次的时候我这样跟他讲，然后喷第七次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再喷一次？可是我有一个小东西很想要调，然后就过去跟他妥哥不好意思，再次，然后他就看着我一眼说：“好，来，没问题，非常挺我。”然后就觉得很感谢所有演员都这么挺我，谢谢你们，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的演员的掌声肯定一下，非常棒的。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的聊一下这一段过程有多么的辛苦，或是很幸福。因为何浩晨觉得很幸福，因为你有这个被虐的倾向嘛，对不对？分享一下这次拍摄的过程。真的是超级无敌辛苦的，然后也是我。从影以来吧，第一次有那么多每天都在逼迫自己的极限，就是每一天都在超越自己。然后到现场呢，我们就是满满的能量，然后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的释放能量，然后最后基本上就是剩下
2%的能量回到饭店这样吃，算得出来吗？差不多。我跟导演那时候还有讨论那个我们每场戏王有为的血量是多少，因为到中后段我的血量是急剧的下降，每个人都在挖我的血，尤其是他。对，就是我们都非常用心在每场戏这样子，然后呈现出来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谢谢何浩晨。而且何浩晨是男主角，你戏份最多，然后你从来不在片场抱怨自己有多苦，你真的好厉害，你怎么做到的？没有心中很想要骂导演？不会啦，又把你讲得心虚哦。没有没有，就其实就是当下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就是不懂导演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呈现出来，然后后来剪完以后，我们看到最后的成果才知道，哇，原来是这样子，导演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但我现场最疗愈的事情就是观察所有的演员，还有尤其是大赫。Yes. 对，因为他是一个很疗愈的人存在。不是可爱动物区是不是？超可爱，就是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他好像有点愤青的感觉，但是私底下，尤其是吃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是血浆嘛，然后很憔悴的样子，但是当我们在吃饭就会显得格外的沧桑，就觉得哇，我们真的好命苦、啊。不是因为每拍一场戏，我都觉得有一种老两岁的感觉。对，而且我觉得我们结束啊，每个人的皱纹应该都变多了。有。你好像拍了很多大赫的影片，在他的手机里面。对，那个手机是我现在最想销毁的东西。是，明天开始好像陆续会发布，对不对？对，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的 Instagram 或一些社群软体。还有真的宣传进来听。对，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我们幕后的一些小花絮，或者是可爱的动物，手对，就可以观察一下。等一下再请动物聊，我们先请那个德高望重的前辈中皇叔来分享这次拍摄过程来。哎，多辛苦，大魔王！我已经升级成叔了。对，这么小的小朋友还叫我哥哥呢。他客气。其实这部片哈、啊，是我拍过最疯狂的一部戏。这部戏从开拍之前，我们受训摔跤啊，一个多月，把我的旧伤都摔出来了。因为我之前有吊过钢丝摔断过，掉下来两层楼高吧，那有一些旧伤，本来都好了，然后去练习的时候就把它摔出来，就去做复健。然后我们到了高雄呢，第一件事就是说去哪里找那个复健最好的、厉害的。那浩辰是高雄人，他就拿了名片，中皇哥这家不错，我去试过了，那刚刚大家看了片中这么多的摔跤的镜头，都是我们导演，因为他本身你看他现在的 muscle， 我们还有一个动作导演黄大伟，他应该有来，真的吗？在哪边 ？Teddy， 我是导演。下来接受咨询吧。哦，对，闪电假面黄海伟，闪电假面那个很厉害的短片，恭喜这么棒的工作导演，是演员哦，演得非常好，闪电假面。那是武术指导，许爱武术导演，好像也是赖雅妍的替身，是不是？对，他那个门口那个走廊那个大回旋是他替的，然后金钟最佳，差点扫到头，金钟最佳新人入围了，没有得奖。那就不要强调好不好？也是一个肯定啦、啊，恭喜！这部戏的辛苦，大家刚刚在片里面、片中应该都看到了嘛。那个整场戏、整部戏里面有2/3都在打，就疯狂的要喷血啊，咬啊、啃啊，对吧？大家看到这么激烈、这么爽的片，应该要跟你们的亲戚朋友们、好朋友们，跟他们推荐啊，逃出立法院又这么写实，前几天才又上演过，对不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位特别来宾呢，我们蔡东文蔡导演，22排6号在哪里啊？这不是抽奖吗？哦，哎呀，好久不见。
北京回来的吧，对不对？来，聪明哥，你现在聊到哪边了？又进到回来，反正这么好的片，请大家告诉大家，谢谢。好，谢谢聪明哥。来，接下来不得了了，那个凤华姐，来欢迎。再叫我姐，我让你站到明天早上八点。我叫她苏蕾。其实我是在所有的演员里面，就是在拍戏的现场，我是应该是最轻松的。就是我打的部分已经减少很多了。第一，我穿裙子；第二，我也是在训练的时候把旧伤摔出来了，所以本来我们有一个很精彩的动作也被取消了，会变成十字什么什么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两个再试试看哈。千万不要！我也是这样觉得。那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是，就是经历过一次非常艰辛的拍摄过程。人家一直问我说，红衣小女孩是不是很辛苦啊什么。红衣小女孩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顺利的一个过程，但是逃出立法院，我们是真心的很想逃出那个建筑物。第一，它很热；第二，我是第一组跟驼哥被喷血浆的，所以基本上我在现场，我只要化好眼妆，我就自己去找喷血组喷吧。喷完之后我就坐下来，因为虽然我的动作啊，我的各方面都比较少，但是大堆头在，我跟大贺有的时候，哪怕是很浪，我们戏都要做足。对，我觉得那样我们自己也玩得很过瘾。但是呢，我的辛苦是在收工以后，他们带着剩下2%的战斗力，我要有200分的战斗力去洗澡。对，因为我有一个法包，然后身上所有的血浆都喷了，所以我要很小心的洗头，因为我第一次洗头的时候掉了很多头发。所以我已经有一个 SOP 了，提供给将来要拍戏的朋友们，好不好？第一，回去用温水先把头发完完全全的弄湿。好，弄湿之后用润发乳润5分钟，包起来。先润发很重要。对，包起来之后呢，把它冲顺，冲顺了之后再洗头，洗头之后再润发。好。这样子在洗澡的时候有一些化学血浆，它没有那么容易洗掉，所以你要先把它弄很多泡泡之后，你再去洗脸，洗脸之后再把身体冲干净，然后再洗一次澡，就全部的血浆应该都可以干净了。这样前前后后到你躺到床上大概是2.5小时。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的辛苦应该是在收工之后。对，所以的确很疯狂，很努力的想要逃出立法院。然后其实就像那个浩辰讲的，我们一开始我们在拍的时候真的不晓得导演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很多的指令其实我一直在猜，他现在他要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我们都猜不出来。但是其实在他的头脑里面都已经有构图，有构思，包括音乐，包括他这里要做一些特效。那等到剪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哇哦 ，what a surprise！ 就觉得原来他的头脑里面装的东西是很特别、很让我惊艳的。所以大家再给这个年轻的导演一次掌声。王一凡导演，请进。那我们当时跟我们的那个特化组、决议工作室他们组，其实他们已经有特别为演员就是量身定做一个特殊那个配方，让他们比较好洗掉。但可能是因为他怎么没有给我？是因为我有，其实有，但是因为我喷的血量太多，而且我要求的种类太复杂，3种，所以对，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困扰。对，再举光一次好。没关系，你只要负责我一年的护发费就好。对，问题的话，今天你讲的太客气了。其实导演他也不知道他要拍什么。作品会说话了，真的很棒的呈现，真的也谢谢高慧君的美容教室，感谢您，谢谢。跟你下班来讲，是，来，亚洲来讲一下，大哥辛苦了。因为其实中间前面大家讲说辛苦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也是有爽的部分，许多爽。就是我觉得那个一起创作的过程其实蛮爽的，就是中间其实导演啊会虽然他对一些东西是蛮坚持的，可是。
他有时候却也蛮对于我们给了一些意见的。如果他觉得 OK， 中午放饭的时候只是随便聊两句，他就考这不错。我说啊，我随便说说的，可是我觉得不错，那我就留下来好了。然后结果就留下来了。所以这东西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中间创作。然后我觉得其实中午有跟你吃过饭吗？有啊，因为有时候会吃饭的时候，那外面这导演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因为你甚至不知道啊，对对，这不能讲，不能讲，没事没事。什么不能讲？我感觉是不能讲的话。然后我觉得过程我觉得其实蛮爽。那我们其实我们整部片其实就跟我们拍的过程一样，其实我们又要讲什么大道理，但是那东西就是我们的生活。对啊，其实就蛮贴近大家的生活的，对对，大家其实都看得蛮爽吧？是啊，好看的电影。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现场的贵宾跟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好吗？如果有对于，马上就有了。好，你说，来，先递上麦克风好吗？对，麻烦。很替我们省时间。是不是太远？那我过去，来，大家不好。来，主创团队的达进大哥。好首先我先说，我其实在台北电影节已经看过首映了，今天算是来二刷的。谢谢。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今天中皇哥有来我就特别想请问一下说，刚才除了说这个武打的部分之外，我觉得这个角色几乎是对您量身定做的。是啊，是。我怎么没感觉？演得太好了，就是说这个跟你以往角色来说，多了几分政治的这个色彩。那您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您有在多做什么功课吗？还是说就照你以往的方式？那第二个部分是上次在中山堂不好意思问说这个特别使用这个夜袭是真的刚好呢，还是说有特别的含义？谢谢。好，谢谢铁粉哦，来请。设计是因为拍电影啊，跟电视剧是不一样的，它的时间很短，100分钟以内吧，然后表达出来这个人物的个性，然后他的特点，肯定是会跟电视剧是不一样，但是我的优点当然要发扬光大了，对不对？我的那个笑声，对不对？魔性笑声啊。重点是因为他这个片中剧中这个李国忠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嘛，贪心，反正就为了利可以牺牲所有人，那应该是这样的。你的特点特别好。好，导演补充。我不知道补充什么。我说那个夜袭的部分啊，其实是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们唱了很多军歌，然后我自己觉得最好听就是夜袭，然后我们最喜欢唱夜袭，所以这其实就是我自己一个就是喜好这样。可是我后来发现，我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棒球队的那个主题曲。是吧？我记得，还是我搞错了？我有搞错吗？夜袭是军歌没有，他后来我记得我之前有看到那个棒球有一个棒球比赛的时候有人在唱，可能只是那个凑巧，反正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首。不确定，我们先在脑海盘旋就好了。好 ，OK， 好，所以我们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这位同学，麻烦递上麦克风，谢谢。第二排的女士，就是我。然后问每一位演员，就如果你们有机会被关到建筑物里面，然后里面有一群活尸，那你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会是什么样的角色？可能就是你会到处跑，或者你们想要赶快死，或是躲起来什么之类的，就是比较好奇你们的想法这样。什么机会？关起来的机会。关起来。你们会什么样的反应？如果碰到，直接把打爆他的头就对了。哦，中王哥，打爆头。我的个性也是先奋力一搏，然后看看结果怎么样，总会要为自己争取一下嘛。对，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这样子。对，好，那大贺呢？
如果是拍片的话，我会想要死的早一点，因为这样后面就不用这么累。是现实，是现实。现实，现实生活中的话，我就只能大飙脏话，要不然怎么办？对啊，就是只能靠飙脏话壮胆，然后最后跟他奋死一搏。哦，还是要搏斗一下。对对对，然后就是打一些平常不会打的地方，这样子。嗯，对，这样。我觉得何浩晨会很享受那个状况。对啊，关我，关我。哦，终于有了。超 M。哦，对，其实我如果我的话，我应该会非常冷静的看待这一切，就是我会先观察他们的习性，然后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攻击，然后用最冷静的方式生存下来。对，如果是我私底下本人的话，对，我会逃了，我会逃，会逃的。那两位呢？我好想知道韩贤跟你们怎么选择。如果 if you 监制，我应该也需要指甲剪刀。指甲剪，指甲剪。怎么觉得我好像这里刚好有一把？真的假的？对对对。哎，你真的还有带那个指甲剪的武器啊？因为刚刚呢，我在座位上捡到一把指甲剪。所以你要干嘛？你该不会刚好有活尸吧？觉得你那个指甲剪很有攻击性吗？这里该不会刚好有一些水刚刚喷出来吧？到底在哪里呢？帮忙演一下。哈！为什么？那一切 Q 的这么准呢？但是我现在不敢接的动脉，我就觉得。啊！啊！掌声一下好不好？他演了一整晚了，辛苦了，我是这个。辛苦了，你们两个，他帮你们两个了，好不好？好，观众你看他可以省力一下，来跑去旁边，对对对，休息一下。辛苦了，他辛苦一整晚，给他掌声肯定一下，好不好？最辛苦的今天，导演第二题找他一下 ，OK 吗？对吗？那你要不要想一下，你自己被关起来的话会怎么样？我自己有防狼喷雾，我可能会先喷喷看看有没有用。你有带防狼喷雾？防狼喷雾只能喷四次，我是比较小罐的。哦，你随身会带这个吗？你一直觉得会有人攻击你吗？解员吗？我觉得很有可能哦。就觉得就是比较有这个，我感觉比较好一点。OK，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买，那个蛮好的。男生带防狼喷雾哎，就知道他额头就是练甲。对对对，是害怕的。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来举手？很后面呢，后面的，来考验一下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很辛苦，最后一排哦。来来，加快脚步。对，有100公尺远哦，今天这个800多人的大厅哦，明天正式上映哦，大家记得8月14日起，逃出立法院。对，多帮我们宣传宣传。是，好，请提问。我想先跟导演说，我曾经在高中的美术课看过你的《栋梁》《栋六》的电影。哇，天哪！很有品味。得到台北电影奖金最奖的作品。那男主角在现场，古风《栋梁》《栋六》男主角在现场。古风也在现场。对对对，跟他在哪里？古风在哪里？古风《栋梁》《栋六》男主角。古风站起来。哦，在那里，在那里。笑死了。哦，左后方挥个手，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对，他今天有演。对，现在很开心，长片没有他。哎，对啊，刚没有站起来，好，继续。好，请啊，那请说。然后知道这部电影是导演拍的时候，除了因为我很爱赖雅妍，所以想来看，又因为导演，所以更想来看。所以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请问导演就是在铺陈熊盈盈跟他爸爸这段感情的部分，是说熊盈盈是一个很愤怒的人吗？那他的愤怒有没有包括他爸爸不常回家的时候？哇，好深哦，这个父女情的部分，对不对？对吧？对。好，那我们让他们回答喽。好，谢谢，来请。只是在海边比较远。我们这一段其实是一个蛮长的故事，对不对？本来我们的剧本把熊盈跟他爸爸这个故事拉了一个蛮长的，就是说从他们家里，他们在家里为什么吵，从童年开始吵起。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爸爸怎样就是不在意他什么，所以才养成他现在这个个性。可是后来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版本剧本要兼顾到每个角色的这个比重，所以就把后面前面这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因果关系就拿掉，然后就让观众只要看到说隐约的有感觉到点到说他们现在父女的情感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最后有解决就好。但我自己是还蛮喜欢我们之前设计的那段，就是那个他跟他爸的那个前面的这个故事。谢谢谢谢。谢谢，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哈，感谢你的提问，谢谢。好，接下来还有没有？刚刚这个问题听起来比较像告白。
雅言的铁粉应该是对不对？雅言表现非常棒。来，右后方，来麻烦递上麦克风来，请提问。喂，好，有啊，导演演员你们好，好，然后我就是想说，现在由北艺大这个力量来推行类型片，对台湾来的电影来说，我觉得是很大的帮助。那我想问，就是从返校啊、江湖无难，直到这一部逃出立法院，那想问导演说，目前导演为什么会想要用把主轴放在僵尸片这个类型上？因为对于现当代的观众来说，就由我自己来看，可能单一的类型会稍微有点单调，那可能里面也有加入一些疯狂喜剧或者是摔跤运动的这些类型，但是我想就是导演为什么会把主轴放在僵尸片这个地方，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主题为什么会定为逃出立法院，就是立法院这个东西在这部片里面似乎好像只变成说它是一个僵尸活死人事件发生的空间而已，但是它的立法院的意义跟内涵在里面有跟僵尸片有什么连接吗？好，谢谢你的两个提问。我还想要再还有一个两个好不好？时间跟兴趣的关系，好吧，谢谢，好吧，不好意思哈。哦，好，你说你既然都提了，第三个给他问一下，导演都说 OK 的，来，因为我们时间很紧，不好意思。就是对于台语跟国语的运用，因为最近国影中心有修复非常多的台语片，那想问导演，就是在这部片里面，为什么会有些片段或者是人物会使用台语来讲，尤其是片尾曲也使用台语来播放，那就是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吗？谢谢。好，谢谢。好，那第一个问题是，其实我用活尸这个元素，我主要是要讲一个世代融合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但其实是因为你们看片中的主角群，他们其实年纪背景都不一样，那所以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解决办法也不一样，可是他们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他们到最后才会发现这一点，要互相合作才有办法活着逃出去。那就相对应到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些世代对立，可能有些隔阂，那我想要借由这部电影告诉大家说，隔阂其实是可以被消弭的，因为我一直相信我们所有人，我们都站在同一艘船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背景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所以它才会造成说我们解决方法的路线不一样，但我们的最后的出口其实应该要是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我逃出立法院。逃出立法院为什么是逃出立法院？那第一个我要说的是，这个故事的起源其实是那个我们的编剧四根哥跟那个监制汉贤哥，他告诉我说，如果立法院里面有活尸的话会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棒，因为这非常的讽刺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回答什么，这就非常讽刺。为什么要选择在立法院里面有活尸？你觉得呢？你觉得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我们要拍一个这么接，要如何接地气、接台湾地气的一个活尸片，我觉得立法院是最适合的。不信你看看新闻。好，那第三题是国台语的运用，台语的部分。国台语语言其实第一个很多角色选择语言，像中皇哥选择那个台语，我们刚开始其实是想要就是还是国语，只是因为我后来选择每个演员最流利的一个语言，让他们讲比较顺。然后我觉得中皇哥的那个台语的语感非常的好。我甚至有考虑让浩辰，我们是不是有排练过去？我本来想要让浩辰全部讲台语，整部片，因为我想要知道他台语到底溜不溜。他说他超溜，我听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就他还是国语好好讲就好。对，所以我在语言上的考量，通常是因为他的语感节奏，然后还有选择台语歌的话，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帮美秀拍完一个，就是他们 MV， 我当摄影师，然后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歌，我觉得蛮酷的，然后我就请他们说，可不可以来合作一下，帮我们做个片尾曲。我并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歌，我跟他们说没关系，请他们随便做，然后就做出了《花光月》，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我甚至一讲以后才发现他是台语啊，他们粉丝在吗？可是他们本人不在，对不对？哦，那就没关系，那没事，好，就这样。掌声谢谢导演的分享，谢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暂停这个 Q&A 的部分，但是今天有五个人可以顺利逃出我们这个戏院，我们设计了一个血清解药拯救大家，在哪里呢？翻翻你的后脑勺靠背的部分，拉开那个
互联，有没有血亲？有的话，那五位请出列，我们有神秘的惊喜要给大家。哇，很用心的，哎，部长也帮忙翻了一下，感谢部长。部长，你有血亲吗？直接写，直接写亲。好，有金香，谢谢。博士，你好辛苦啊。好，来来来。恭喜五位这个拯救大家拿到血亲的人，来，请在舞台上方，我们有神秘的惊喜礼物要给大家。都到了吗？啊，那个活尸演员还没收工，超辛苦啊，他到后面啊。你好苦，你在给他多少钱呢、啊？把他操到现在。天哪！哇靠！超班了吧？对，超班了啦。超班。他很认真，没有镜头还是认真演哦。来来来，先出列。是你哦。哇，你太 lucky 了吧？什么都中奖来。好，我们这个神秘的惊喜好礼就是合照一张哦，很不错啊，我也很想要。来，我们先合照。好，那我们先收麦，好不好？先帮忙收个麦克风，然后我们先来合照一张。等一下最后大合照的时间交给所有人，好吧？稍等一下。好，我们站中间一点好了，拍得下去吗？南官方摄影师，可以对不对？我们站其中一点点，还是分两排，因为你们就可以比较靠近，像何浩晨啊、大贺啊这样。好，好，可以可以，好，视线统一看一下，要不要拿一下这个背板，秀一下背板好不好？来，逃出立法院，然后来斧头也拿一下来，来，对，真的斧头可以看，来，来看吧。Come on， 来，先哦，来一张，看一下中间的摄影机。大家的时间大合照有，不要急着离开，等一下有大合照哦。所有人全场八百多人，三二一，逃出立法院，票房传红。好，再一张，三二一。好，谢谢各位，谢谢同学们，请先回座，感谢。那最后我们就大合照的时间喽，好吗？有请那个所有的演员、导演、监制坐在第二排，第二排麻烦让几个位置给我们，好，感谢。是的，好，是我们转向这边看看大家，是何浩晨、大贺、来中皇哥，还有坤姐，我们一起看向。然后所有的贵宾，如果旁边一点的话，帮我们把中间补满，比方说第四排、第五排这两排有一些位置，大家可以把它填满。我预祝逃出立法院的票房就跟戏中的血浆一样长红。八月十四日，也就是明天开始，全台喷火登场，全世界地球上第一部的立法院国师喜剧电影，千万不要错过，可以吗？可以。那我们刚刚摄影区，来一起看一张这边，导演带大家比个手势，好不好？最有架势、最有气势的手势，不要比赞哦。大贺抢，大贺抢一个。哎，那就中皇哥的这个手势啊。中皇哥的手是这样子啊？对对对，他那个在那没有啊，他不是在一场那个温泉池出来之后就变成这样子吗？哦，是这样，好、哦、不好意思，搞错了。他有什么感觉？是这样子，是法锤。法锤，导演说了，带领大家站起来，带领大家。我说的，我没有，就是把手举起来，就这样。OK， 就是好，来一起喽，大家一起。OK， 看一下这个观摄，观众摄影这一个，对不对？对，看这一台啊、哦，来。三二一，逃出立法院，票房成功，谢谢大家，感谢。最后，请这个中文哥用魔性般的笑声跟大家说再见。大家晚安。好，笑完还咳嗽，对不对？很费力，对不对？不要常这样用。好，谢谢光哥，也再次谢谢导演监制，谢谢魏俊天，谢谢光哥，谢谢何浩晨，谢谢大贺，感谢各位。明天请正式上映，请大家多多的支持《逃出立法院》。谢谢各位，也谢谢我们今天长官，谢谢部长，谢谢局长，谢谢院长，谢谢立委朋友们，感谢各位，我们下次见。